国安法在香港通过了之后，香港人还可不可以好勇敢讲一句，成功之前我们绝对不可以放弃梦想，坚持换来的是梦想，定是最终只有梦和想？郑松泰议员到底是一位热血公民，定是好似其他人所指的冷血无耻？我们等他讲给我们知道。